在多多自走棋中，经济积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每回合的金币收入包含基础收入、利息收入、连胜奖励、连败补偿、胜利奖励。前五个回合开始时会给予1到5金币递增的基础收入，之后不再增加。在回合开始时，系统会根据拥有的金币数量获得10%利息金币，利息向下取整，小数部分不算，每回合最高利息为5金币。当连续胜利或战败3、5、7回合后，下一回合开始时，系统会额外增加1、2、3金币的收益。每次战斗胜利后，除了野怪回合外，会给予1金币的奖励。因为其奖励是在战斗结束后立即发放，所以在存款个位为9时，获胜的奖励能使你多出1金币利息，这1金币就有可能成为你获胜的关键。所以，掌握经济运营是成为高手的必修课。